早些年谁救了落水的乐烟？是遭人嫌弃的魏淑玉，还是大家一直猜测的浩哥？我们采访一下两位当事人。乐烟掉水里是我救的吗？是我救的呀。我们都善良一点行不行？对人魏淑玉就干了那么点好事，你还给人抹煞了，你们咋想？你们是人吗？怎么这么为什么要这么对待魏淑玉？人家也没做错，怎么样？你说他整部剧他干了啥好事？他就干了那么点好事，从小救了一些乐烟，你还算在好多头上，这人物彻底垮掉，魏淑玉也太可怜了。